咁我呢度不如我呢度咁樣數啊，一件、兩件，跟住四件，跟住六件，跟住七件，跟住八件，呢度就變咗十件、十二件、十三件、十四件，呢十五件，一共十五件產裝。我哋而家即刻實測一下。好，我哋由上面开始，第一件开始嚟。第一件系冇嘅，哇！仲要系废废地，出售不心软。跟住象巴蛇矛，俾件靓嘢我。政治智力，智力六点几先保留啦。方天画戟，吕布嗰把，超高武力系咪啊？都一般般，武力统率冇废熟，今日未暂时未出现一把靓嘢啊！吓，三属性，冇用啊！出售，讽刺黄金甲，系冇用积埋政治魅力之力，哇！今季做咩啊？哇！今季做咩啊？冇件靓嘅喎。我估嘅季尾仲可以做多次装嘅，而家目前做咗啲图纸先。吓，系咁出三属性嘅，好似冇乜正嘢喎。诶，符咒八点智力，喂，呢把可以录用啊？唔得，顶，我嗰个特技唔可以使落去到，因为我使嗰件特技落去咧，会消失咗啊嘛。我咁啱有本特技，但系唔得，佢会咩嘅？注落去会咩嘅？会 cover 咗佢个特技嘅，唔可以。尴尬少少。佢如果系单一智力属性冇特技咧，我就可以洗个落走落去。我算啦，呢个都有十一点几智力。目前都 OK 嘅。嗱，目前出现咗第一把。技装备啊，跟住我哋继续特技，顶冇添，智力六点八，都唔系特别高属性喎，仲要又系三属性，买得好呢、這个流金，有受到普通攻击时候减少十点伤害，但系智力九点五四。哇，头都合埋，都系俾内政将用噶啦呢只，俾内政将啦，啲特技都嚟得好尴尬。目前两件特技装出咗两件特技装，又系三属性出手。好，到八宝夜明海，吓政治魅力，哇，今季好差喎。嗱，呢个做得靓咧，到时装招灵动落去。金丝软甲，顶啊，劲废喎！但系我有冇金丝软甲咧？金丝软甲保留先，我惊到时需要金丝软甲装啲灵动嗰啲。古定刀最后一件，有幽影，咪就系政治嘅。喂呀，出特技，但系啲装咪嗰啲属性唔得喎，政治装俾个幽影我。幽影我知道八速度嘅，但系佢嗰个属性赖好少少会好啲咯，都 keep 嘅呢个会，要洗一洗咯，洗武力智力偏向都可以嘅，因为始终幽影都好用嘅幽影。系啊，唔够金丝可以留，系啊，金丝要留嘅。我记得我都有几件金丝。不过金丝留咗先啦，始终灵动呢个都几好嘅。哇，好差喎，好差喎，好差喎！特技装系三四件啦，做咗，但系双特技系冇嘅。啊，两件特技以上，我试过整十几件装，一件特技都冇嘅。有一季，咁今季都 OK 啲啦。一路搭大家一路 back， 一出现铲装我就 stop back 噶啦，因为有少少 delay 咧，你唔好谂住等我出咗铲装你先 back， 系 back 唔切嘅。我哋 let's go。
我一路揼一路買啊！單筒率 6.25， 留一留先。紫裝雙屬性都買得噶啦，三屬性唔使諗，雙屬性都買。欸，無謂喎，五點筒率仲有三筒率，呢件可以留。欸，都算唔錯呢件紫裝。好，唔會冇殘裝係嘛？五點四智力筒率還可以 keep 住先。三叔掉，唔好再嚟三叔啦！終於嚟見古定刀殘裝筒率七，政治2.63，筒率稍微 OK 啲啲，但系都系賴政治，麻麻地，但系未賣住 ，keep 住先，唔系特別爆倉執佢嘅話都唔賣住，擺住先。咁係雙屬性，最多觀眾 back 嘅喎，雙屬性係啲觀眾有啲眼光喎。自裝人生好，大家 back 下一件殘裝。话我哋呢个防具都有排玩啦，单智力、政治武力卖，武力哇都好低喎，5.19，有啲低喎。啲双属性啲属性仲高过佢，呢件都唔要啦，紫装冇乜。冇乜用，好防具，防具开始，政治智力，诶、欸、出现特技装躲闪，每回合消灭者机率得获得一次抵御，咁就三属性废嘅，得个特技，到时睇下会唔会有机会使啦。吞天麒麟甲嚟嘅，三属性同埋有特技，今季出特技嚟讲都算多啦，不过系尴尬少少啫。因为出啲特技，跟住啲属性好差，系啦，出啲特技啲属性都好差。因为唔系有件，好似有件政治嘅，所以都唔系咁好。好，我哋继续揼下一件残装。速度 7.41 流啦，单速度三属性卖，双属性卖。诶，又有啦！呢、这个铲装三属性，然后有特技荆棘，佢又系出特技，但系啲属性废咯。顶！好，大家我哋继续下一件铲装防具，好似啲特技都出得好文啊！继续揼铲装废属卖。紫裝五點速度都冇乜送，冇乜用，冇乜用。五點太低啦，賣三屬廢紙，兩屬廢紙，兩屬廢紙，又係廢嘅。三屬性，喂，哇！今日啲裝都有啲係單屬性政治比，我睇下啲政治像留一留先。三屬賣，但係佢單屬都好低喎，得5政治。又係三屬。相熟，诶，出现残装，又系麒麟甲，又系三熟成冇我呢件，呢个我会卖咗，呢件废废地，出售。好，我哋继续夹，睇下下一件残装，铁矿唔够喎。
繼續，應該會資源不夠，我覺得資歷精緻。三屬廢屬，三個屬性的廢屬。產莊呢，欸，不夠銅幣，不夠銅幣就真的幫不到了。止步於此，冇啊，真系冇办法喎！铜币呢家嘢真系冇办法，铜币呢家嘢真系冇办法。咁呢个 bet 就还退还翻俾大家。咁呢家系目前我做到嘅产庄啦。咁嚟紧今次直播就到呢，這个即系产庄做到呢度啦，冇办法啦。咁睇下之后啦，之后我亦都会揾多次直播做装备嘅，因为我唔可以谷晒一次啊，因为谷晒一次做唔到啊。我今日都其实铜币都去到800多万。跟住有啲抽咗啲紙張啊，同埋戰法點升一升個曹植啲技能，咁睇下下一次會唔會好啲啦。其實今日出咗好多特技嘅，出咗好多特技，但係啲屬性唔啱啫，唔靚啫，但係都 OK 嘅，都 OK 嘅，可以接受。因為我試咗一季真係十幾件，廿幾件產裝，好似廿幾件產裝係零特技啊，廿幾件產裝零特技，咁今次都可以接受嘅，都算多特技。咁我睇下下一次會唔會好彩啲啦。咁今次呢個揼裝備就到呢一度啦。